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朱赞锦，现在正在健身房。今天健身房空无一人，所以准备给大家录一个视频。我正在跑步机上进行快走快跑进行健身，因为最近上镜发现自己的脸特别容易肿，然后胖了，所以决定要进行减肥。为了镜头，为了上镜能有更好的状态。最近吃的也特别的清淡，没有满足我的味蕾，幸福感直线下降。昨天看吃播看馋了，看到了凌晨，自己也特别不甘的倒头大睡。但是昨天吃播的时候发现一种神奇的厨房神器，叫空气炸锅，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听说过，我是头一次听说。我觉得这东西好神奇啊，它竟然能保持植物原本的味道，鲜美的味道，又能吃到那种嘎嘣脆的那种小感觉，真的太好了。所以今天健身都没有什么动力，所以突发奇想给大家录一个这样的视频，想问一问大家有没有比较好的空气炸锅推荐给我。在这里就拜托各位小红薯的宝宝们了，我的空气炸锅就交给你们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，拜拜。